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咧玩一只嘅 Pokemon 嘅大集结啦，就系近期咧 Switch 推出嘅一只新嘅免费游戏嚟嘅。如果你有 Switch 嘅话咧，就可以下载落嚟试玩一下，睇下啱唔啱玩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就想试玩一下呢一个白凤凤俾大家睇嘅。咁呢个白凤凤咧就系一只嘅辅助型嘅英雄啦。咁你揿对战准备咧，呢度咧可以睇一啲嘅技能啦，同埋睇翻你啲道具系啲咩啦。然之后咧，佢可以睇翻你想学，即系你只精灵有啲咩嘢嘅技能啦，或者系你想自动设定学边招技能嘅。OK， 咁啊，今次咧我就会选择用一个比较大脑比较强啦，即系嗰个辅助性高啲嘅系啦，但系就唔太回到血嘅一个嘅流派啦，系啦。好，睇下遲啲有冇機會咧出一啲嘅新手資訊片咧。其實我都玩咗好多場噶啦，都係啦，玩咗好多場。咁一開頭都係啦，個玩法都係一開頭就衝出去，然之後就升呢啦。撤退係咩意思？一嚟有進攻。我發現咧呢個 game 咧打指令係非常之辛苦嘅，同埋咯頭先咧玩過一場咧。当啲精灵咧，当队友咧冇乜血嘅时候，佢就会打咩撤退，咁好明显系电路嚟，哇呢只嘢咁快向前，好，我哋即刻打赢佢啦，咁就其实最好最快要用最快的速度咧升到四呢，系啦，因为升到四呢咧，你就学到一招技能叫咩青草搅拌器。咁招青草搅拌器咧系非常之劲，一定要先学咗先。好啦，但系佢哋成班又打交，其实我唔想打交，我唔想打交啊，系都要逼我打啦，呢度唔打得啦，再打会死啦，啊呢度唔打得啦，即刻要走。咁呢一度我哋食个果实直接走啦，啲分啊让俾佢哋啦，因为好少啫吓，好少分俾佢哋攞。呢度要即刻学到招技先，咁啊四咧就学呢一个青草搅拌器。咁呢个青草搅拌器咧最大嘅特别嘅作用咧就系咧佢可以咧。加自己速度嘅，即系譬如咁样冲，喂，等等先啦，有啲故障吓。OK， 佢哋走咗过嚟打交，好啊。OK， 佢出完个清草搅拌器之后咧，你跟住条路行咧，佢系会加速嘅吓，队友都有嘅。哇，等我呢度走走先，系啦。俾个果实，哦，俾佢食咗果实。咁其实咧呢、這个 game 咧，虽然咧就好多时都系要打敌人啦，但系其实某程度上咧，如果你避到咧就避啦，系啦，即系譬如如果你避到嘅就避一避啦。如果唔系咧，就成日都打咧好麻烦嘅，尤其是呢啲战呢啲咁嘅场咧，应该系话呢啲咁嘅阵容咧，对面都几劲。我哋嘅奇异种子咧，其实系属于一种后期型嘅输出啦。前期啊真系渣渣地啊，所以个阵容唔好啊呢度冇办法。啊呢度冇晒怪，啲怪俾对面抢晒，咁唯有打呢度自己基地附近嗰啲啦。OK， 但系佢哋可能唔太知道边度有野怪定咩系嘛 ？OK， 咁然之后咧，我哋升到六咧。就学一招棉花防守，因为棉花防守咧最大嘅用途就系可以帮人加防，即系加呢个护盾啊。譬如对面咁样，我一嘢加个护盾俾佢，跟住俾佢走啦呢度。啊，开招搅拌器直接俾佢走啦。如果唔系咧，好容易俾佢灭晒场，尤其是嗰只咁啊，捷拉奥拉咧，嗰个速度、嗰个输出啊、嗰个速度咧都相当之厉害。我对面嘅白凤凤都系识玩嘅，专精白凤凤。我专精白凤凤，我玩得最多就系白凤凤啦喺呢个 game 入面。哇，好波啊！嗱，咁样咪搞掂啦，但系唔得啦，要走啦，因为只捷拉奥拉过嚟啦。好啦，因为只奇异草冇跟到条路，所以喺嗰边仲唔走？你打唔走嘅后果就俾人打死咗，仲要呕翻一大扎分出嚟。我唔知道有几多分头先，咦唔系话佢赢咗，原来唔好意思，原来佢赢咗，怪错咗队友。好呢度我已经30分啦，其实已经冇需要再打怪啦，啊冇需要再打，系都要打我嘅你，系都要打我嘅。
其实如果你走位走得好，同埋了解到佢咩技能嘅话咧，其实可以慢慢屈死佢。即系以呢个加 buff 啊，跟住再翻翻去回少少血啊，跟住再不断喺度磨佢，好快佢就会觉得唔够打，跟住走噶啦。OK， 我哋系卢卡里奥，我系卢卡里奥都系三十分，我都系三十分，我觉得我要入一入分先，入一入分稳阵啲。系啦，只捷拉奥拉咧长期喺下路嘅，我哋唔咩啦。系啊，长期喺下路嘅话，我哋就唔去偷佢分啦。我哋喺呢度啦，系啦呢度。OK， 咁就直接入佢分啦。嗱，见到佢直接想走过嚟，即刻好直接想走过嚟咧。吸我个入樽。呢、這个时候我觉得白凤凤最好用的地方就是咧，佢可以很快速咁走嚟走去啦。作为新手宠啊，系啦，即系唔好话其他嗰啲咩敏捷型、咩紧鬼嗰啲咧，都好快喎，系啊。但系新手嘅话咧，一开头乜都冇嘅话咧，白凤凤系一个最好嘅选择啦，我觉得。好呢度下路有危险，需要防守。其实呢个 game 都系不外乎啦，打呢一个嘅野怪啦，跟住同埋防守咯，系啦。其实冇咩必要系咁打架，因为始终佢个胜利方式咧系去到对方嗰个阵地度入篮啦、入樽啦吓。呢度打紧咩？我有得偷，哎呀偷唔到添，唔系觉得赢到阿卢卡里奥，搞掂你啦！嗱，头先咧佢打完嗰只嘅咩龟话，唔记得咗叫咩龟，嗰只嘅新咗只龟啦。就一扎分喺身啦，依家我有35分，所以靠住白凤凤我哋嘅移动速度 buff 咧，我哋又可以去到偷基地啦，又可以去到入篮啦，静鸡鸡咁样。好，最好呢度冇人嘅话就最好啦，跟住咁样即刻揿 X， 即刻入个35分先有。OK， 咁啊又走得啦，好。呢度咧其实最好咧就系用呢个回城，揿下掣回城。呢个回城咧嗰个时间都几短下，都几劲其实。即系当你入完樽之后，即刻揿下掣咧，即刻走到其实。好啦，睇地图左上角咧，大家见到咧已经有炸人喺下路弹胶啦，应该系。照道理啦，已经死咗添啊，一嚟，哎死埋，拜拜。仲谂住去帮手，唔使帮啦。请求支援，边度要请求支援啊？哇，呢个要防守喎，冇问题啊，防守呢只嘢，呢只嘢其实唔难打，我觉得。但系多只就唔同啦，多只就唔同，但系我唔会俾佢入到篮噶。佢入咗篮啦 ，Oh no！ 不过咧，呢只嘢最唔好嘅地方就系佢冇输出啦，老实讲，系佢属于一种磨人嘅手段啦，但系就真系冇乜输出。唔系想过嚟打我啊！引诱佢喺度，疯狂引诱。好，喂喂喂，你入去草丛度啊，大佬！做乜唔入草丛啊？黐线，得分落后啦！哇！呢只都几快嘅，老实讲，成条路啲人喺晒度，唔紧要啊，外兽应该顶得住。如果识玩嘅，应该顶得住嘅，即系咁走位啦。好啦，呢只要死啦，呢只一定要打死佢先。拜拜拜拜。哇！点解卢卡里奥又喺度嘅？算啦，追我唔到啊，你死心啦。尤其是我升我招青草搅拌器咧，佢如果行我条路嘅话咧，系会有减速嘅情况出现。呢度可以走啦，会走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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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好打啦，输民意啊！嗱，你见到咧，佢哋咧一班人咧跟住我啦，但系之后咧就走甩晒啦，呢度好，即刻冲上去入埋分先，帮我顶住，唉，顶唔到大镬啦，咁就，哇，三个云，走啦喂！哇！三个云啊，头先黐线，追我唔到啦，白凤凤算啦，追我唔到噶啦，放弃啦你哋，几犀利，跟住即刻下掣走啦，唔好讲咁多。
哎呀，完啦，我仲有廿六分啊！呢度廿六分咧，如果佢临尾一分钟嘅话咧，临尾一分钟嘅话咧，佢会成二嘅。大家见到啦，其实白凤凰好劲嘅，但系咪输咗？应该输啦。咦，赢喎，好嘢！冇入到最后个分都赢到啊！我应该起码都攞第二、第三啦，系嘛？或者 MVP 应该比加超攞 MVP 啊？咦，唔系喎，奇异花喎，咦，我同佢同分，我七十六分喎，犀利啦我！我攞咗几多分啊？攞咗七十四分喎，差唔多攞第三高喎。卢卡你又攞咗十九分，唉，佢呢度咧系可以咧，如果嗰个人玩得差或者走场咧，你可以咧喺呢度咧检举佢或者封锁佢啦，或者俾个 like 佢咯，点赞。OK， 系啦，咁啊呢一个就系白凤凤我最常用嘅一个技能配置啦，就系清草搅拌器再加嗰个防守啦，因为个防守咧。好紧要嘅吓，防守即系譬如团战紧打紧交嘅时候咧，如果你行过去帮手开个盾嘅话咧，其实系争好远嘅。好啦，咁今集嘅白凤凤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